第一看，大家都看把这个，现在中国这么多淘宝，我立刻打开，我淘宝搜一下，哎，你看这个东西在居然可以现在，比如说10000，12000，12300，现在淘宝呢最便宜，我看一下多少了，啊，然后这个我就可能如果有人愿意的话。